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要去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间断环球的一个残障人，我要去刷新一个新的世界纪录，那才是我的最终极的目标。海南三亚的一条旅游帆船上，船长徐金坤和助手阿新正带领几名游客做一些出海体验活动。两年来，徐金坤几乎每天都在重复这样的工作。12岁时，因为一次意外，徐金坤失去了左前臂，但这并不能阻碍他爱上帆船。2012年，他独自驾驶帆船完成了环中国海的航行，成为第一个完成这一航程的残障人。环中国海实际上当时呢，对于我来讲，只是说我作为一个环球前的一个技术训练而已。我需要有这样一个历程，我需要有这样一个长距离的一个航行的距离的累积，技术上经验上的一个积累。此后，徐金坤来到海南三亚，做了一名旅游帆船的船长。虽然待遇优厚，但是他却从没有放弃不间断环球航行的梦想。我现在有着很多人所羡慕的那种稳定的生活，我拿着非常不菲的收入，就是每年，我有自己的团队，我的生活非常好，状态也非常好，因为我觉得现在还年轻嘛。我现在去停留在那种稳定上的一种角度上生活的话，我觉得我怕老了有一天会后悔。十几天后，思南杯帆船赛就要在三亚举行。为了积累航行经验，徐金坤早早的就开始进行参赛的准备。但是这艘旅游帆船是为了享受旅程而设计，更注重舒适感，而不是速度。咱们这个船，它是一个休闲的一个培训船嘛，所以它的特点就是很稳很重，但是速度非常慢，根本不适合这种场地上的竞赛。蓝外电池用，150安。是干什么用啊？就是那个船上的电子设备供电用，都是10瓦、5瓦的小电器的用。供电用的是吧？啊。供电用的，别人现在游艇都是买的这一种。哪一个？供电用别人都是买的这一种。这都是车上用的，这都是。为了满足远距离航行的需求，徐金坤不得不尽快对船进行改装。那我怕他这个船上吧倾斜，这一点我怕他不一定行的，这种因为他设计的是用汽车上那种平坦的跑，你知道吗？船用型的吧，他又要设计的就是要可以应付这种倾斜的那种深放电，你知道吗？所以这种容易烧坏，你知道吗？那一种电池你在三亚买不到的，三亚没有谁卖那种遥控式的电池。行了，我们再看看吧。你把这个先一放。平时徐金坤的帆船上只有他和助手阿新两个人，为了参加思南杯比赛，他临时招募了几名船员，但距离比赛只剩下一周了，招募的船员还一个都没有到。这天晚上，一名船员终于到了三亚，他叫陆鹏，是一位客机的机长，也是帆船运动的爱好者。现在咱们船上现在总共是加你一共是现在是9个人，9个人连我一个，我是船长，我还有一个水手，然后剩下的是那个9个人，剩下的是那个7名船员。咱们船员的这个经验都基本上都很少。对，现在你到了一个，明天还有一个叫廖震的，
现在剩下就是主要是咱们这个磨合这个配合了。但现在就是我说，你跟廖振到了，剩下那几个船员都是19号以后才能，19号的凌晨到，到了以后第二天早上可能睡觉都没能睡醒，马上就要开始参加比赛，所以他们那一块基本也现在都有非常大的问题。招募来的船员大都像陆鹏一样，平时都有自己的工作，他们参加帆船赛更像是玩票。看今天你怎么说，还有4天就正式比赛了，招募的船员还有5人没到，无奈之下徐金坤只能带领2名船员开始训练。来，准备迎风转向。来，转向。放，收，快收，快收，快，来，摇，摇吧，你前面动掉。我们说了那么多遍，你们怎么总是不进入这种状态？前面动不是让你前面动掉，都示范多少次了，这样动。你这样带在上面，你知道？来，我给你试，你现在拽，你拽。非常大的阻力，你知道吧？这样，你只要松的话，就一定要这样松掉它，一定要。再来试一下，来准备。迎风转向需要2名操帆手默契配合，一个拉紧帆绳的同时，另一个必须迅速松开帆绳，才能改变船帆的受力方向。经过反复训练，2名船员只能算是初步掌握了这个技术动作。这才是感觉，对，就在这儿，太棒了！你看这样，你看这意思多好！你看这，非常好，非常好，对。在徐金坤看来，这几个业余船员目前的技术水平，距离参加比赛还有很大的差距。徐金坤最近还在为另外一件事发愁，为了给环球航行积累经验，他计划参加横跨大西洋的法国迷你帆船赛。虽然比赛时间是明年10月，但因为要出国参赛，他必须尽快做准备。好，行。铁娃，我现在需要跟你确认几个事儿。现在就是因为我那边现在我完全不知道任何的情况。我的目的就是几个，第一个目的我要去法国那边看看具体的一些情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说我要去看看你给我推荐的那几条船，咱们就去找几条船看一下。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要去落实一下我的这个参赛的情况。我觉得现在首先有几个事你要落实了，那个船，再一个就是你个人的这个训练和你这个签证嘛。然后我觉得就是在这几个地方，然后再就是资金。资金这一块你不用担心，资金这块我是来解决。再发个邮件给我。啊，那我一会儿给你发邮件，然后就是我会做一个时间上的要求，我需要什么时间获得什么信息，这样好不好，铁娃？你就帮我落实一下吧，那边。啊，这前期反正就辛苦你了，铁娃，非常感谢。虽然徐金坤跟朋友说，比赛的资金由自己来落实。但比赛用船和训练加在一起要花费上100万，对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像我这样一个情况，一只手，无论你去找赞助还是去找支持，几乎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每天要给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公司，不同的朋友打电话发邮件，我可能要发上1000封的邮件，可能只会收到几封的回复，可能就是，而且这几封当中，可能也是90%的都是拒绝的，都是，所以基本上就这种情况，就是，所以相当的艰难。距离比赛只剩下2天了，帆船改装所需要的电池仍然没有买到。徐金坤和助手阿新决定，再到市场上
碰碰运气。这多少钱呀，弟弟？你要还要1200是最低的，保一年。先给我来一颗吧，给我拿一颗。再拿一个。对吧？我再拿一个用用，好用点是吧？放不开。嗯。那一个12伏。你那是12伏是吧？12伏。船上的设备都是12伏供电，我那还有一块，我2块的话串联起来就行，是吧？都给它接成正极连正极，负极连负极嘛。就是这个电池的正极连正极，是吧？你那接出来的，再从中间搭根线出来就是12伏。串联嘛，对吧？出来都是12伏。嗯，先用一块，用了再说，回头再换。今天第一天，我要给大家人员定一下位置，我会看一下你们每个人的特点，我会给你们固定一个定员定岗的一个位置。那么现在先出发，先进行第一个项目 MOB 的人员落实训练，好不好？今天是比赛前的最后一天，参加比赛的船员终于到齐了。徐金坤决定抓紧时间再进行一次训练，因为在比赛中需要多次用到迎风转向。今天训练的重点仍然是这项技术。快到了，快到了。作为你们现在这种决赛的，你一定要去时刻盯着你的帆，听着我的指令。啊，我说比方松一点帆，好，你就来松，你就来松一点。或者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实际上我的意思，你灵活一点。但因为现在你出气呢，你看，你要找一个非常适合用力的方式，你知道吗？你看，对不对？这样。就是只要在不影响我的范围的前提下，你可以去任何的位置。你看像我这样非常非常用力，就你要灵活一点，好不好？那咱先做好应付量准备啊。在徐金坤的指挥下，队员们收放船帆的配合慢慢变得熟练起来。为了让队员们意识到这项技术的重要性，徐金坤突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朝船上，别抛头上去啊！抛给他。就是，迎风转向这个问题，咱们大体上解决，多练习几遍的啊。航行中的每个动作都需要船长和船员间的完美配合。帆船转向时容易发生侧翻，徐金坤必须指挥船员及时从帆船较低的一侧转移到较高的一侧，利用船员的体重来防止发生侧翻。但是当船倾斜的时候，你们对就多在这压旋，就这样一个方式，你知道吧？身体呢，对，身体尽可能的探出，这样到时候把船呢就压平一点，这样。因为每次船会更换，当更换的时候需要到另一边的时候呢，你就需要这样。对，降低重心，绳子不要踩到，窗户不要踩到，降低重心过来，然后下来，坐到这边来，好吧？所有的人员到那边坐。这一台也要来，来坐这里，来你坐这里，坐这里。你那个活动我听看那个信息是打算，我现在正在准备去，我现在准备去做那个法国的跨大西洋那个比赛，哦，印尼川赛跨大西洋，它是世界上最极限的一个赛事之一，反正也是一个，又是一次新的开始，也是一次新的挑战。比赛是从法国的拉洛切尔出发，到巴西的萨尔瓦多，全程是4500海里，
7000多海里、嗯，然后整个比赛的时间差不多是30天的时间完成。你刚单靠个人的力量呢，可能那个可能走得更艰辛一点。那肯定是，嗯。上次我给你发我的那个预算。这样，你这个能够给我一份，嗯，那个方案，嗯，然后我会以我这一边的角度向那个集团去申报。哦。然后在这一块来说，看我们的力量能发挥在哪个点上。行。的一些清水的一些抗。对对对。对方关于赞助的答复虽然还不是很明确，但徐京坤还是看到了一丝希望。您是企业家，您是实业家，您会去创造一些价值，去服务于社会。我们呢，就是只能说通过精神上来创造一些精神的力量支撑，去帮助更多的人走得更远。这力量也是最大的。好，啊，那我们先走。好，有个。思南杯帆船赛对徐京坤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比赛，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他才可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募集资金去参加法国的迷你帆船赛。思南杯帆船赛分为场地赛和拉力赛两个阶段，40支参赛船队首先参加2天的场地赛，只有前12名才能进入拉力赛。徐京坤最想参加拉力赛，可是参加比赛的其他帆船都是专业比赛用船，这让他难免有些紧张。比赛刚刚开始，他就出现了一个失误。开始了？哎，免费了，还有1分钟，还有1分半。咱这不过线了？过不了。啊？再松。4分钟来。来，前帆起速，前帆起速了，前帆收，快点，快点收，快点收，动作快点。好，停了，停了，停了，别动。前帆稍微放一点，前帆稍微放一点。来，转向，准备转向，快点。摇把给你放那边去。6、5、4、3、2。来，不转，来，回来。好，收前帆，快点收前帆。收是吧？你这边收，快收。好，可以，非常好，来，咱们第一个起航去，行了，不需要负责啊，来。24号抢航，24号全时。30号抢航吧，来，松主帆。OK。好，先这样，来，先这样啊，好，先这样。30号已经回到舰下。因为抢航，徐京坤的船队只能回到起航点重新出发，这对于他们的成绩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我们那个今天上午是进行了第一轮的这个比赛，然后我们起航的时候，因为那个速度比较快一点，然后那个抢了航，然后重新返回起航线做了一次新的调整。但是今天我们的船比较慢，而且风力后程非常小，所以那个不是特别理想。但是我觉得，因为这是第一次，也是一个测试，现在也是一个适应状态，我觉得后边应该能更好一点。由于用时过长，徐京坤的船队第一天的比赛没有取得任何成绩，但为了鼓励大家继续参加第二天的比赛，他只是简单的跟船员们说成绩还不错。是不是帮我参加我比赛？为了咱们进入前十。对，进入前十。也是进入总前十嘛。啊，干杯。我觉得有时候我这个态度也不大好，因为比赛我真的很着急，我说实话。咱们但是不能放弃这个东西，我觉得，无论任何问题，无论有任何的问题，咱们明天还要全面的参与这一场比赛。他们不是，他们不是放弃的人。明天出现啊！看了今天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成绩的话，我们恐怕要进这个前十二已经是非常困难的。这一天我的压力非常大，说实话，我说我跑了那么多比赛，今天的这个比赛是我最长的一个船，说实话，真是实在是没办法，无力回天。输比赛但不能输这口气，一定要去打出这个，就是
不能放弃这样一个问题，你知道吗？你先早点休息啊，明天好好比赛。明知进入拉力赛已经没有可能，但徐金坤还是带领船员们坚持参加了第二天的比赛。那么多衣服穿上，准备。实际上这一次比赛是我个人压力最大的。你看整个比赛完了，人谁都没事，各自坐飞机都走了，人高高兴兴，谁都不知道。而我自己大病了一场，实际上我跟我的阿欣，我跟他水手，我们都是以最认真的方式来对待。我们连饭我们都吃不上，我们天天在船上暴晒去工作。因为我发现我们的船员根本没有一种认真的方式去对待这样一次事情，去对我们的劳动成果进行一种认可或者尊重。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这是最让我生气的一点。虽然这次比赛的结果并不理想，出国参赛的资金也还没有落实，但却丝毫不影响徐金坤对航海的热爱和他继续环球航行的信心。我觉得航海就是一种修行，它是人生的一种修行。航行当中啊，你会去看到美的一面，也会去遭遇困难，就跟生活一样，就是起起伏伏的。这航海会让人非常豁达，因为它会让你去沉淀，让你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强，更加执着。